他们冲上了，冲上了，怎么这样嘛？带出来，阿提诺在哪？出来告挡拆，哔哩吧啦的不是很好吗？急急忙忙的人堆传给他，还打不了，这样了解吧？阿提诺就是一块大肥肉啊，听懂吗？我觉得邱大聪教练实在太有戏剧效果了。他这每一句话都是很有戏剧效果。对，每一句都可以直接quote，都是经典名言。